起年标志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。第八场本地级赛千六米董事杯，三冠大赛头冠准备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啦，今日前面快啲嘅马咧，见到中间位置花月春风同过世界噶，咁啊再见到内栏位置仲有满彩咧，入边就缩龙嚟噶，咁啊象栏亦都跟翻上啲啦，咁啊再后一闸嘅马仲有包装博士啦，出边起年标志啦，再后多少先见到有呢只大运彩啊，暂时殿后几匹马多名利军事出击包咗落尾系精彩日子啊！好啦，過呢個千二米段處啦，滿彩帶頭，第二位內欄縮龍，第三位花月春風，外邊紅衫喜年標誌上去啦，再見到中間第五位橙衫咧，仲有呢只象藍啊，後邊嘅馬匹同過世界啦，內欄就包裝博士啦，尾四大呢只咧就係大運彩啊，尾三多名利，咁啊暫時墊下一隊軍事出擊同埋精彩日子咧，潘頓同偉達又喺後邊噶啦，好啦，轉呢個八百米彎啊，喜年標誌帶咗出嚟跑，跟住第二位咧就係呢只滿彩嚟噶。再後邊嘅第三位花月春風，第四位內欄縮龍啊，第五位咧就係呢只象藍噶啦。再後邊內欄包裝博士啦，跟住後邊仲有同過世界，出邊要上啲啦。黃衫有呢只咧就大運財，內欄多名利，後邊兩隻軍事出擊同埋精彩日子入正最後直路啦。前面透出嘅馬咧，仲係見到呢只喜年標誌放嚟咗一個新米，見到中間上嚟花月春風啊，中檔位置仲有象藍追緊咧，出邊追咧就係呢只大運財精彩日子嗰啲馬，最後二百花月春風出咗嚟先啊！中間位置有呢隻象藍啊，埋邊喜年標誌縮龍，大外檔軍事出擊精彩日子，最後百零米花月春風佔先，象藍一路追緊佢，接近終點，花月春風象藍一齊都要影相啊！第三名埋邊喜年標誌啊！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咧，呢隻花月春風其實佢就一路都係佔先噶，但係象藍臨尾嗰幾步咧都好大步噶嘛，逐步逐步上嚟，兩隻馬相當接近啊！終點之前，象藍應該鴨贏到埋邊嗰只花月春風嘅，不過都好接近啊！喜年標誌第三，軍事出擊第四，熱門全部冇曬。哇！第一段慢啊，慢喎，淨係同你跑最後嗰千二啫，呢場咁點追啊？仲要你叻嗰啲馬末段個個都爆到咁勁嘅，你就好難追啦。淨係跑尾嗰三段。好啦，睇下巡邏影片啦。出閘都幾齊嘅。咁啊，花月春風啊，積極搶前啦。呢場大運財就捉啦，不過捉得比預期多啊，可能外檔啦。咁你睇下滿彩大頭，縮龍啊，跟住個個都想揾遮擋啊。系啊，嗱，喜年標誌呢度無師先開始移出嚟走啊！喜年標誌你見到早段都唔係想走噶，因為平時走唔到啊嘛，咁啊不如頭段慢少少啊，淨係走尾嗰啲啦，咁睇希望翻唔翻到嚟啊！都有諗過，我諗佢都。偉達同阿潘頓啊，響包尾同尾二嘅位置啦，一對六三馬，精彩日子同埋軍事出擊，前三名就喺頭嗰五隻啊！後面嗰幾隻實力馬咧，追上嚟個勢又唔係好勁。你話步速唔夠快啫，但係又未至於冇得追啊，都係失望嘅嗰幾隻啫。因為你全部都賺分有級數噶嘛，嗰幾隻。最初精彩日子，跟住係軍事出擊，然後大運春風，以為得手添啦，大魔。到門內換條邊，哇！女弟係咁砌啊，同阿郭能真係埋頭苦幹啊！真係呢啲就係郭能啊，左右開弓咁啊，兩個真係施盡功架。好啦，分段時間頭段24秒9.22秒6.123秒44嘅，末段22秒91，總時間1分33秒91啊，總時間就僅僅快於標準時間2:09啦。